盈盈，如果你攞到任何一個獎，我前 Expo Top 派街坊，咩睇攞咩獎？咁啊，即係如果佢最大嘅獎，就切拍檔嘅 X 啊嘛，最佳拍檔獎就哦係啊 ，XP 摩托就黐條有粗有大嘅人心落去煲湯。咩？如果你攞到獎，你抬到球分好似祖藍咁啦。咁啊，要揾個羅蘭姐證婚喎，咁樣。地方啦，行禮啦，婚紗贊助啦。如果有呢啲啊，有呢啲可以諗下。你就有得嘅。我會自己編一隻舞，然後自己跳翻，我上我自己社交媒體，你嗰邊嘅。如果你哋贏咗，你會點先？我會點啊？請你有咩？攞炒，慶功咯！如果係。